放什么？放这个。这个放在包包里。我们现在在路边觅食。好，我们今天午餐是买了一份这个饼，玉米饼，跟一个这个是什么？牛肉堡。这是牛肉还是猪肉？看起来蛮好吃的。这两个有点贵，总共花了快600块。22路哦，好热哦！你看，我们把所有的外套叠在彼得车上，变成外套衫了。哦，好热哦！希望等一下很凉，温差大家都回家，温差很大。对，好热。我们为什么在这边呢？因为我们在等，等一下会有游行表演，那我们在等。这怎么这样掉进去？不知道。然后我们决定等一下再去买火鸡腿，因为这真的比较贵，这个 CP 值不够高。没错。要不要吃饼干？这饼干超好吃的，饼干很大一个，超级好吃。好啊，那你其实你坐过去一点，那边本来就是他。那我的位置给你坐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跟你讲，命运气三块。我跟你讲，命运气超好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你有发现那个，对，这样太阳已经到。等一下再过来一点，我们就晒不到太阳了。那你拿下面，我帮你打开。这饼干很好吃哎、欸。很好吃啊。不会啊，我说没沾酱。你要沾那个酱，那酱好吃哎、欸。姐姐，你要换位置吗？我的位置给你坐，没关系哦。好，姐姐最懂事了。辣。沾这酱还蛮好吃的啊。我觉得沾这酱超好吃。你这是牛肉堡啊？你要吃看看。可是我知道那么贵的原因呢，啊，刚才忘记加啤酒了啦，因为你还有一瓶啤酒，对，我帮你喝一口。我觉得我的感冒都快好了，你知道吗？那边晒半个小时，那你再晒一下。你感冒以后的话，我再传。那你最后再留给我。那 你最后留一口给我就好了。一口而已，太少了吧？没关系啊，我没有很饿。那好吃吗？好吃。我们只是垫一下肚子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我没人给我们再去吃餐厅。对啊，你现在这个时间去吃餐厅，你这边头发弄到白白的，对不？现在这个时间去吃餐厅要等很久。好，开始，开始了。这边真的很漂亮，只是太阳真的好大。姐，你那位置比较好啦，刚好不会有太阳。那不用。
continue to enjoy the festival of holidays at Disney California Adventure. 来照相。外套拿一拿，外套好多。啊，好热，人超级多的。好，我们要把外套拿一拿，就录到这边了，各位，拜拜。